火力战车可以烧开军火库的铁门吗？你的疑问我来答，欢迎大家收看雪龙游戏解说。收到一位小伙伴的私信，问我体验服的军火库可以用火力战车烧开吗？大家都知道军火库是在屋里的，火力战车根本开不进去。其实在机场 C 字楼的那个军火库是可以烧到的。那么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前往 C 字楼一探究竟。先解马枪防身，以免被人打死。找到了，就是我面前的这个军火库。下面我们直接开火力战车来开始烧门，对准军火库开烧。可以发现现在军火库的门已经破了一个小洞，不要着急，我们继续烧。可以发现军火库又破了一个洞，胜利就在眼前，继续烧。现在军火库的门已经被我完全烧开了，事实证明用火力战车可以烧开军火库的门。好了，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雪龙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